汇聚全球力量，加快形成奶业新质生产力。中国人每喝六杯牛奶，就有一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位于国际公认的北纬40度黄金奶源带。作为呼和浩特的头号产业，在这里，两小时牧场奶源直达工厂，全程40摄氏度冷链运输。该基地年产能达6万吨，可保障128万婴幼儿每年的口粮供应。